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纽约的中央车站。美国纽约的中央车站投入建设是在1903年，1913年呢正式投入使用当中。我们现在呢跟很多战友站在这个中央车站进行自发自愿的抗议行动。我们为了抗议什么呢？我们是抗议这个中国共产党勾结美国的这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们对美国司法的这个渗透与司法现在目前的这些不公正。为什么我们要站在中央车站呢？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电梯，从这个电梯上去呢就是跟中国共产党勾结的 Paul Hastings 律师事务所，他的这个门厅就在这里。他们在去年2022年的时候在中共国曾经拿到6个法律上的奖项，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加上他们对海外的我们这些意见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表示不服气，跟不愿意他们继续在中国去当政权的人，他对我们实行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说我们要站在这里让世界各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中国人本身，不是他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我们中国人，也给予这些司法上的有力量的这些美国人，美国的律师事务所，让他们看一看我们中国人不再像过去一样一句话不说，而是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战友，这么多的中国人站上街头，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对这个司法的渗透跟不公正。那么随着我们的镜头，我们去看一看他这个 Paul Hastings 律师事务所的所在地。